你不是又叫我爸？你干嘛我走去？爸！爸！爸！好完啦！吴信泰，你看，一目所有的人都反背你啊！你不是真的搞？你不是想要正牌经营吴善集团？你不是想要跟我做伙的？你的奖款创下上短时间纪录。你是假神，你得了明智慧血。我看你应该是武山集团上第一名的假神。我懂啊，想叫你背离无够大，打袂起武山集团。王新民，吴莹莹。还是我叫你白莹莹啊！哎呀，那叫谁在你啊？回你以后，爸爸拢听得到。爸，好啊，莹莹，伊拢叫你白莹莹啊，就拄拢亲妈放伊煞，伊嘛袂让你继续搁做伊的走仔。小妹。你先带莹莹离开，我来准备。准备准备一下啊！我跟你妈已经准备好啊。会让吴信泰的死，看起来亲像一个意外。我来开钥匙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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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回去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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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袂让你用这身份去伤害母家，我绝对袂让你把母家毁掉。阿秋，阿秋，我现在放手，走，你无代志，这敢不是我去店店吃沙瓦糕的好哥哥啊！我拄只看你安尼飞过来，不过俩孙你有练轻功啊？是，那是兄弟，是有开人，绝对袂当我玩性命。你起码把我当作是兄弟，
你进行伫市府会顶面出卖我，害我罗姐还啥物拢无的时阵，你哪会把我家当作兄弟？兄弟兄弟，有我无你，你迄条政府，唔但无替我稳嘛，佫摕来对付我，真正是袂晓陪到的家人。这句话讲了无唔对，我的命差一点仔，互你家家去啊！你只只阴天家，我真正好向你学习啊！你变做一块。我听到，就参照你某共款，我的变家呢，拢是互你变的。吴志杰，你哪会来？你的动作遐尼多，敢有瞒会过我？我拄则看你安尼鬼鬼祟祟的，所以我才倒来。原来你早就咧偷偷跟踪我啊！那恁是安怎你不爱斗三工啊？现在才出来挂电话买？林总甲这样好啊？跟我说要出去哦。新鲜，你今日跟我人做伙来害我？无唔对，吴信贤早就选择跟我强交朋友。吴信泰，你就要好好检讨你家己，是安怎你会不甲众叛亲离？大家拢无要插你，甚至。拢爱你死，应该讲遐济。这个所在袂当留伤久，既然有心还无死，咱就继续加工。我拢会，我甲我死，我嘛不怕你害怕。你这人是要怕伊，你就是甲我怕死。嘿，别跟他同流合污，这是我的走件。爸，依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依依，不要，不要伤害爸，不好意思。妹子，伊那是死啊！所有财产都是我依林的。你讲啥？我用用收起来，我不是讲信托，阿哥我财产都还我依林。信托管理才够清清楚楚，这是伊做会管理的。你爸那是死啊！我所有财产都是我依林的。到时阵，那就什么拢无啊！确实是安尼啊，但是无影响，先我查实了袂记啊。吴信泰难死啊，就等于是把财产拢交予汪依林。吴信泰难说话嘞，该财产汪依林不暂时包到顶头。安尼讲起来，吴信泰阁真正袂死。内底有状况，袂使入去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接到通知，小吃店内底发生气爆。气爆？敢有人受伤？你问阿仔是要创啥？阿仔，阮爸手机定位显示，伊人伫遮，我烦恼伊发生意外。放心，这间小吃店今仔日休困，现场也无人受伤啊。你莫伫遮，赶紧走。哦，大家。爸的定位明明就是这附近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？
爸的电话怎么开不通啊？敢不是关机啊？这是爸的东西，包好啊，你就拿这，然后把你大力给打出去，越远越好。然后你看那浮板哦，爸，你咪跟他去啊。这无成就你的东西呢，你哪会再来辛苦顶啊？这是要有阴影妈妈。这也无困境，也无泉州啊。啊，无参照万新民意中豪门千金会干的物件，因为伫咧结婚之前，伊有送我一套钓具，我就想讲哦，准备咧佚佗物啊，当作回礼送给伊，祝伊有一个快乐的人生。谁知影后来，你妈就发生意外，然后这个代志我就放袂记啦。今仔日，我就要甲以前无完成的代志。做一个结束。爸绝对有来过这，啊，不过你不是讲去处理公司？爸有讲，这是伊打算送给万新民，甲真久以前无完成的代志做一个结束。所以其实伊是来这见万新民，无希望我烦恼，才无讲的。反正目前生命的迹象哦，算是稳定了吼。但是颅内出血哦，家己头骨的骨折哦，算真严重，要观察几天啊。这几天是关键期，那是空喘哦，引发脑水肿，有可能就会脑死。伊若真正脑死，人无死，安尼等到给咱大家先做一开来。妈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啊？你敢有淡薄良心？那不是你走来乱。阮早就处理甲清清气气啊！你搁直接讲遮有话无的？刚才有因替咱打电话啦，何姓然，吴新泰那死，领导是把全部的财产拢送给王玉林，这嘛是因的功劳啊！功劳，阮哥若真正死啊，家家会当恭喜失祖，伊的财产嘛无一定给王玉林管啊旁去的。我真正想袂到呢。你这个小弟会安尼对付你阿兄，你这个手段比阮大家搁较凶。有心他也不敢安尼众叛亲离，迄拢是应该的啦。你若真正这么怨恨伊，你即马会当亲手把伊的呼吸器扳掉，安尼咱就唔免浪费医疗资源来照顾伊。得到爸真正的爱，佮王依玲这后生，我身躯边所有一切拢是假的，我连我家己是啥拢唔知影。你放心嘛，等我的地位若是徛好在啊，我一定会尽力好好照顾你。你千万唔通忘我。